小七陪着我童年到长大的日子，小七车观点想不到已经五年了，那等于我现在才23岁而已。好，那从我还没有开始上电视，我就知道小七车观点。那里面呢介绍了非常多我觉得对我非常有用的一些知识，那也祝福下一个五年记得再找我来，恭喜恭喜。